臣知道你心里责怪朕，臣妾不敢责怪皇上。臣妾只是有些失望，与皇上十几年的情谊，被别人三言两语就击得粉碎。不管再怎么解释，皇上都不肯相信臣妾。 皇上，臣妾累了，就不送皇上了。那你好生歇息，回头再来看你。不必了，经此一难，臣妾好像顿悟了。从今以后。 决定亲登常伴，施展碾佛，怕是不能再伺候皇上了。你为何如此倔强？难道你不明白你们孙家的荣辱都在朕的阴念之间吗？臣可以宠你，也可以冷落你，朕的后宫不是有多少女人等着朕去宠幸？朕不是只有你私有臣一个女人呢。我知道，从今天起，皇上宠幸谁，抬举谁，都与臣妾无关了。孙氏一门为皇上殚精竭虑，凭的是对江山社稷的一片忠心。皇上重用孙家，是皇上选先于等，并非臣妾之功。